我去，那不是那个小仙卡退老男人南国雪吗？前几天不是部落战还评了我吗？还发了一期视频，礼尚往来，今天轮到我了。这个阵呢，就是号称91楼都打一星的阵型是吧？四个地奴，那我雷龙今天就把你给端了。先来一个简简单单的一日化套餐，落地金身，好吧。然后再进去一点呢，我们就两个狂暴铺好啊，因为上一把呢有一个隐身没有用掉，然后就那个配兵乱了，就变成了两个隐身啊。这边援兵就冻住，先把这个多头打掉。OK， 这边就两个气球可以贴脸那个投石炮，后面呢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他这边援兵应该里面是还有一只猎犬，我们这边冰冻冻一下这个吹风机，然后再雷龙往前飞，把它喷掉就可以了。然后后面呢飞艇再过去爆个本，但是爆本之前呢要先把这个黑油塔给打掉，要不然等一下可能爆本会失败啊。冰冻只需要续上雷龙最后两下 OK， 然后飞艇就成功进去了。好，然后这边等一下爆完本之后闰土在后面收尾的话呢有隐身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渣渣正一个。 OK 啊，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关注我每天都会更新精彩视频，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